你好，特务司机，请戴上口罩。忘记带了，现在呀，疫情也没有那么严重了，没事的。站住，请您戴上口罩。又怎么了？麻烦出示一下工作证。大哥，我今天第一天上班，麻烦通融一下好吗？不行，没有证就是不能进。好，我进去给你拿。不行，证在人进，证不在人就不能进。你要怎么样才能让我进啊？就是不能进，证在人进，证不在人就不能进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会变通啊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这不是变通不变通的事儿。你没有证，我让你进去，这就是我的失职。行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给你们领导打电话。请便。他去给领导打电话了，他该不会是上面下来视察的老总吧？我管他是谁，没有证，我就是不能让他进。你真牛啊！来，接电话。喂，经理。你拦的那个人是不是？嗨，听说你要去总部当经理了，去了总部可别忘记我呀。哎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我这都要走了，你就别嘲讽我了。哎呀，你就别装了，刚刚呀，单总都宣布了，你被调去总部当经理了。真的假的？可是他刚刚明明把我开除了呀。当然是真的。单总，您刚才不是说让我不用来的吗？对呀。你呀，明天就跟我去总部报道。嘉浩啊，你为人正直，面对困难还依然坚守自我。虽然你是一名保安，但是你也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。现在啊，有些岗位形同虚设，你这样的正是公司所需要的。老板，其实我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我只知道工作要认真敬业，按照规章制度办事。老板，我放手去干吧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加油加油。Ning-na